过关。接下来三帅请出列，牟少帅李广播蒋一凡。好，请问一下三位，今天这个做到现在已经又做了大概四个小时了，有时候做久也是一种磨练，会不会，少帅？对。啊、嗯，身体有点僵。身体有点僵，李广博怎么办？怎么暖身？全身都麻了。全身都麻了，大家血液循环都这么不好吗？好，那来暖身一下。哎，预备，把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来，预备，弯下来，哎，左转一圈，哎，右转一圈，很好，前面的后面，啊，非常好 ，OK， 可以了吗？啊，再不行的话，来两两接吻。好，好，三位带来什么歌曲？带来一首《流水年华》。哇，又要听他们三个人的和声呐、啊，好好享受他们的和声，《流水年华》，掌声欢迎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曾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，白首今宵微寒路上，几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田，哦哦哦哦哦，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我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老师，他们今天唱的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比我上次听到他们的那个和谐度又更好一点。对，而且我其实还蛮期待听到有不一样、更不一样的和声上的编排，然后这个交错的方式再更复杂一点。所以我可以替三位邀请一下小林老师，有空的话可不可以帮他们编写一下和声？哎，好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跪下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哎，好好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哎呦，掌声鼓励，哎呦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三帅的分数啦，请评审按灯，牟少帅李广博蒋一凡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、16、17、17分，恭喜过关。好，哎，又加了一分，18分。好，再次掌声鼓励，18分，非常恭喜过关啦、啊！谢谢，谢谢老师。